长的。对，要长一点，那我们要把它卷成蛋卷的形状，层次越多，你会越好吃吗？这个是做牛舌饼，不是他，因为要你酥饼很多层嘛，就要再对。啊，你卷回来层次越多，你或者下去某卖场吃我们的太阳饼，它层次很多就很好。再卷啊，卷的要对。哦，卷的对。来，木雨轩，我们牛舌饼都做好了没有？好，做好牛舌饼卷好。对，来做好牛舌饼，那我们要好吃就是要层次越多，它会越酥。来，你要借一下手，你如果做牛舌饼做好的话，从上面把舌头卷起来。越卷越细就越多层，对，它越多层，它是它会越卷越好，卷起来。哎，把它卷成蛋卷的形状，从上面卷下来。哎，刚才就啊，那大姐你先，你先给你看等。你以前等下相对较无层次，你个以前等有像那黄皮啊那个，以前等就是说色彩变偏的。哎，把它推均匀化，哦，都好了哈。来，如果你都做好包，你